知道齐国的成语有哪些吗？我们现在就来玩齐国成语的比赛。好的。来，我们从你开始。门庭若市，狡兔三窟，管鲍之交，一鸣惊人。今天因缘凑巧，我可以来淄博，然后很多朋友笑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么晚才来淄博赶考，就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来得巧不如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淄博、山东任何时候都欢迎任何人，所有的人来。”我觉得淄博烧烤味道很好，然后呢，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再跟朋友一起来。